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最新大电影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：俄罗斯奇遇记》在今日举办发布会，宣布定档7月6日暑期档上映。作为该系列动画的第三部大电影，故事以俄罗斯为背景展开，新增不少具有俄罗斯风情的人物，其中遭遇中年危机的小头爸爸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，成为了故事的焦点。我在内都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，美丽的俄罗斯。相信有很多的小朋友，如果放假的时候可以呢，也跟着大头儿子一起到俄罗斯去领略一下那里的这个风土人情，特别的美丽。而且大头儿子在这个动画的这个大电影当中呢，这部动画大电影中还有一个特别棒的本领学会哦，他顶着一个大大的头要跳踢踏舞。哇，在片中配音阵容是原班人马，金龟子是大头儿子，董浩是小头爸爸，菊萍是围裙妈妈，童年的回忆满满。大头哥哥，别动我，别动我。哎呀，谁呀，谁老追着我呀？啊，我是棉花糖。啊，棉花糖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我在你身后。啊，哎呀，这个小女生太讨厌了，她怎么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啊？大头哥哥，如果你不带我去俄罗斯的话，我的爸爸就不开飞机了。啊，你爸爸你会不会听我的话？当然会了。哎，好好听话，到俄罗斯我请你吃冰淇淋啊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